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白丁啊。刚刚拆完3776，那顺便把这只也给拆了，因为这只笔那个怎么讲呢？我是打算把它的笔尖，应该3776之后就是这一只最多人拿来机尾的一个笔尖了。另外就是这支笔的一个定做笔杆真的是非常多了，然后我也不想留这个杆了，然后刚好就是拆了换别的，对，但是笔色当然是还是留在这支笔上面了，就是只是把这个笔尖给拿掉。那有时候这样子搞也是一种乐趣，但是这支笔也不便宜啊，还是不太建议说这么去搞这一支笔，刚好它那个吸墨器丢了，就刚好这样子做吧。好，那个笔帽还有这个就不拆了吧，这个拆了也没什么必要啊。另外一个，然后我们再下来就是这个笔尖上面了，笔尖上面一样的。那这个地方真的很有重量感，一样把这个地方给捏着。然后呢，笔尖上面拆的时候写乐的话还是也没有这个问题，它的一个每一根筋的话还是比较厚的。那我给你看一下百利金的，百利金的就相当难拆，你看，特别的薄，能看到吗？特别薄，特别薄。你看，薄的跟纸说你往下压的时候，你想机尾的时候嘛，基本上就掰弯了。我之前报废过一个总成就是这样子，但是写了的这个，而且它你看写了这个还是比较好机尾，你看有握位，不像3776那个是反圆的，不太好拔。那拔尖还是一样，不要这样拔，要这样子握着笔尖或者笔舌向上啊，向天啊，其他的话就是不要把左右两边向天啊，一定要上或者下。握的时候尽量这样子握，然后拔的时候温柔一点啊，不要暴力这样子压或者拆，就这样子慢慢的。哎，可以了啊，这个好拔很多嘞，这太顺利了。好，拔的时候就这样子，先把这个给扔进啊，有点粗鲁了，非常抱歉，这个也放进去吧。好，那这种是橡胶片，反正淘宝都有，那你们看情况去买就可以了。这个东西，那洗完以后呢，我通常还有那个钢笔的一个清洗液，然后呢放到一个，这个是我前面3776正在泡的啊，基本上就这样子泡好，泡了以后吧，然后就这样子一洗。那这个笔尖的话，我给你们讲一下吧，顺便就是，反正这个我没想到一下就出来了，这么顺利。这视频我还想拍个5、6分钟呢，结果我是打算机尾到这只万家的一个硬橡胶笔上去的，因为这支笔的话，怎么讲呢？那一个写乐的硬橡胶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说它真的那个价格真的有点不厚道。我个人还是说，而且万家这个品牌的话，它直接能解决很多的一个需求，像你要螺细的，或者你要一个什么这个笔尖还是让我洗一下，还有那个比如说贴金宝等等的工艺笔，万家都有，所以说直接一个品牌解读了，我觉得这样子比较简单啊。我先把这个笔尖给处理一下，等一下回来啊。好，Hello，我又回来了，泡了20分钟左右，整个笔尖的话，有好像还有点小地方不是擦得很干净的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可以了。你看到就是说差不多了，OK 了，这样子擦的也挺干净的，整个就彻底清理过了。不知道刚刚爬了一下有没有什么影响啊？阿姨，行吧，照样了，不管它。好，那就机尾到这支笔上面。那这支笔的一个也是没有上墨迹的，不知道被我搞去哪了。然后就它本身的一个总成嘛，也是被我拆掉了。那我就把现在的这支笔尖的话，机尾上去。那通常怎么看能不能用呢？其实可以看一下尾端的这个，如果是弧度还有它的一个大小，如果差不多 OK 的，那就能机尾。前面的这个只是说，你看它整个笔尖的大小，能看到我原配的这支万家的话，它笔尖上面其实是比较大的。那我个人觉得应该是能机尾上去了。可以可以，就是可能你看，就是但是还是笔舌还是有点偏大，但是不是很影响。那机尾上去的时候，刚好给大家讲一讲吧，那个怎么握，也是一样用这个橡胶片，然后握紧，然后这个把它给怼上去，可以吗？
哎，好像是，哎，再来一次。这一段还好放在最尾那一个，哎，拿好，然后给它酱汁。记得鸡尾有可能是拔不出来的，要记着这个事情。它是有可能就完全你搞不出来，可以 ，OK， 那这样子，好，这样子可以了，差不多。然后这边握紧，因为这个鸡尾到这里那个上还是有点小，这个笔尖，那这个万家本身那个笔尖它35号了，比较大。不太敢那个，你难道应该是没有问题的？是不是有什么一个哦，这里怪不得，可以可以。哦，里面有一个防呆的一个，有一个看一下，里面有一个平面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出这里。有一个防呆的平面，那只要对准那个平面就可以了。所以我刚刚进去的时候非常卡。可以了，听到这个声音就对了。然后先拔出来，把它抓好，拿好。然后呢，找回去那个平面，可以，差不多这个位置。可以了，听到这个声音就对了，知道。好，可以，那这样对准，然后灌进去。好，这样子笔尖就机尾完成了，就这样子。好，那就是对，因为这支笔的一个，我买了好几支，然后就拿一支来那个来机尾上去，也是一样。那这个，然后，如果想看这支笔的一个书写啊，下面留言给我，我给你们写一遍。如果没兴趣的，我刚好就自己玩一玩，然后洗完那就差不多了。哦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好像有点歪了，没事，我调一下。可以，可以，好，那大概这样子，但笔尖暂时这么看也没什么大问题。好，就这样子，然后配置印象胶笔杆，然后一个写了 21K 键啊。这样子，如果写了，如果用它大于的那个价格嘛，再加个500到600人民币，那出一个这个款啊，我觉得这个价格就差不多了。好，那个写了的笔不是不好，就是觉得啊，就是太贵了哈，就这样子吧。好，那个谢谢大家观赏，然后有什么的那个下面留言给我，或者是说帮我补充一下我没讲的，谢谢大家，下次见，拜拜。